你好，我是小波多爱的导演。在第一季正式播出之前呢，我想念几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名字 ：Let's Do 华人 Let's 之家、同性恋亲友会、热辣硬化、拉拉晚晚睡、Yummy、呼啦时报女友组、呼啦圈、上大橘子社、成都 Let's 爱心工作小组、苏州 Let's Go 公益小组、西安女 Let's 同学社、中国青年同伴网络。除了感谢这次对小国多爱的支持，更重要的是他们长期以来对国内 LGBTQ 人群的关注和提供的一些服务，所以在这里呼吁大家记住他们的名字，更多去支持他们的工作。厚的男中音的叫我那个名字啊，跟我妈打电话呢。说啥？她对你工作好像还能了解。工作上别人怎么跟你说的啊？说不要支吾的，不像个女人。今天真的累坏了，我在路上碰到一男一女。那女的说她要读计算机博士，那男的不用一伸手给了她一巴掌，太过分了。嗯，一个女孩子读计算机。世风日下，现在。我今天写了一篇文章，打算发到我公众号上面，你要不要先听？去工作室回复你。今天可是我28岁的生日啊！我记得你去年过的也是28岁生日啊。去年过是虚岁。你怎么不按智商上过6岁啊？得多。哎，你有粉丝了吗？当然有啊，30多个。那你发吧，没事啊。哎，李森。我去开门，你先冷静一下哈。你一走开，整个空气都清新了。把门打开，直接走出去，就别回来了。嗨嗨，嗨嗨。哎，我们家的洗手间坏了，我来借一个洗手间啊。我之前没见过你，你刚搬过来对吧？你3年前也这么说，上个月也是。哎，你们谁过生日啊？我。哎，生日快乐。哎，我前两天我有个朋友，他刚从泰国给我拿了一块香皂，特别好用，我等会儿给你拿过来啊。我有个 gay 的朋友特别喜欢。谢谢啊，我不是 gay。哎，那你手术做挺成功啊。我也没动过手术。哎，其实也挺好的，我也是过了2年才跟别人说我拿了双眼皮。那我先去个洗手间。别客气。那你可以让整容人当我们邻居啊。怎么了？说明他吸毒堕胎，低智商啊。说不定还是个同性恋。生日快乐。你不是说你会叫上你所有的朋友来开 party 吗？他已经叫上他所有的朋友了。你都要知道没有把他当朋友，一定会很难过吧？你就是个女人，坐在一起就麻烦。我也是你室友，我也是女人。你们可以表现得明显一点吗？今天是你生日，我们要热闹一点，约小婷。之前你们关系很好，我每次去男厕所都能碰见你们。小婷，小婷，刚刚生我，天天在朋友圈晒，我都要分不清哪个是她老公，哪个是她了。Candy 呢 ？Candy 上月刚刚订婚，把微博跟圈子有关的东西全删了。啊，这个上个月在 Les 班认识的正妹。哦，结婚5年了，
前天看见她跟她老公逛街，我才知道。双性恋都得遭天谴的。不一定吧？你等着啊。嗯？这组里有人？一个吸毒的。郭勇。李多，人可以有偏见，但是有素质的人他是不会表现出来的，你同意吗？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完美的，这样子他们没有机会改正了。嗨，哎，你坐吧。啊，我来介绍一下吧。啊 ，Edison，这个是陈建博。我们认识。什么时候？3年前。对了，我刚去拿快递，有人给你寄生日卡。我们的粉丝总是这么热情。妈呀！可能是看到这一整流程的照片呢。理由？哇，这个是你的？在。哦，我正好在考你。紧张公历2015年10月23日，农历甲午年2月30日，明天，陈浩荣与李小娥。举行结婚典礼，是日喜着恭候光临，遭天谴。谁会知道在28岁生日这天接到前任的喜帖？29岁。所以你不去参加婚礼了吗？我应该去吗？哎，我也刚跟男朋友分手，要我肯定去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把新娘比下去。给你一个友情提示，新娘是他前任。哦，那就把新郎比下去，这比较实际啊。我也给个友情提示，新郎也是。哦，哎，我的人生经历比较浅薄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我还这么年轻，身手这么矫健，才华这么横溢，我应该去结交新对象。我都快想不起来上一次摸到女孩子是什么时候啊？乾隆年间。我不太记得是几点钟。需要性经历是一件很 low 的事情，千万别提昨晚你带回来那姑娘。今天下午我路过一个蛋糕店，然后那个蛋糕店的老板娘身手矫健，才华横溢。点到即止啊，点到即止。你以为这蛋糕从哪里来的？不是我生日你买来送我的吗？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不过你生日你可以吃啊。我现在就把我照片传上去，像菜市场里的大白菜一样，让路过女人对我挑三拣四，说不定还有一两个大妈 T 愿意陪我去前任的婚礼。如果有这种菜市场，那我就是小黄瓜。不是，生蚝才好吃。羞耻！哎，嗨！你也在这啊？对啊，我来接厕所啊。婚礼怎么样？跟我外公丈夫差不多，还不错。他表现得不错，就跟尸体一样。哎，小川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你知道你不安未来。其实不是在意我前任，就是有点害怕跟沮丧，我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，没有对象，没有小孩，没有一个合法的关系。哎，你不要这样想吧。虽然说我已经有2套房、1辆车，外加一个要继承的公司，我是觉得我很失败啊。你妹！亲爱的，我是真的很难。Come on， 你这么温柔体贴，长得还正常。年纪轻轻就是财务主管，就算没有合法的法律关系，我们也不会分开的。你还有我们呢，你看这才是安慰。在你们家当客人压力好大，我也觉得，想想还有点恶心呢。哎，所以既然你们都单身，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彼此啊？ Come on， come on。就是有些不守妇道的人呢，贵圈才会这么复杂。没错，我搬进来之前
李多跟小川的前任关系就挺复杂的，那个叫 Sico 还是什么的，当时他也住在这里。你跟我前任关系很复杂？当时你们还没有在一起，那只是一次意外。是好几次意外吧。他搬进来第二天我们就在一起了，所以前一天晚上你们就发生了一次意外。你整容时候可以把嘴缝起来吗？还有什么事我不知道了？你们分手之后他没发生几次意外。因为我姐的倒垃圾的时候看到了。还有走廊和电梯。你那一次说完吗你？还有网球场、游泳池、楼下小卖部、停车场，还有当时没有修完的绿化带，对吧？是不是小区保安都知道了，就我不知道？我就是从小区保安那里听来的。李多，我没有办法做朋友了。是这个事情，你听我解释。其实我一直都很想告诉你的，但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不想伤害你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那我们分手之后，你们还一直有联系？我们一起搬家过去好吗？昨天本来就想给你的，生日快乐。你最喜欢的。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，来来，我们一起喝一杯。哎，果然像个男人。我不是啊。吃蛋糕。OK， 我保证我不会生气了。下次约他出来喝个茶吧。像普通朋友那样。我今天下午还见过他了，他开了个蛋糕店，当老板娘了。还好你收留了我。其实刚刚我也惹了不少祸。我明天早上起来去跟小川道歉吧。不过他们已经分手了，也不能全怪你啊。真的？直觉告诉我你是个好人。其实我觉得你眼睛整得还蛮不错的嘛。好啦，晚安。晚安。手有点小，我不介意了。收回去。都女人嘛。我爱你比你爱我更多，我爱你更多更爱，感谢你敢与我相爱。